www.youtube.com 综艺村段又称续段，具有保肝肾、强筋骨、骨折伤、止崩漏等功效。这种药物具有保阳的功效，对于一些常见病，尤其是女性疾病崩漏、胎漏下血、外科铁打伤、风湿骨痛、腰膝酸软等，可通过村段来辅助治疗。目前临床上，村段具有抗炎、抗菌、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，同时具有抗氧化、抗衰老的作用，还能促进骨骼的愈合，针对外伤效果最理想。原来这个村段是强筋骨和保肝肾，这个1688宣传得真是衰，说是男人的精力茶，喝下去苦苦地，苦口良药，最重要就是保肝肾和强筋骨。昨晚临瞓之前我喝了一壶，今天度空腹血糖早上起身的时候是 5.1， 真的降了一点，再加上我上一套片做的运动，真的有些效果。